英雄联盟坑爹集锦 TOP5 第23期。第五名，引流蜘蛛结杀掉巫妖之后逃跑，遇到大虫子见面吃一口，喵喵喵喵喵，闪现逃跑，大虫子 Q 技能冲起结，被击飞减速的结围在担心血槽见底，绝望之际队友拉克斯闪现上来一击 Q 定住大虫子，有这样的队友感觉真好。第四名，要说最擅长逃跑的英雄，盲僧是一个，蜘蛛也是一个。蜘蛛顶住压力杀掉小鱼人，随后腾飞空中，蒙多守住蜘蛛回家的方向，蜘蛛落在蒙多身上必死，只有落回原地反向逃跑。但是这可是敌人的野区，敌方英雄喜闻乐见来收人头，前路危机重重，蒙住蒙多便竟扔下一探泥进行追击，被点燃的蜘蛛绕进草丛进化，野区草丛多，再次利用草丛视野，好的，甩开眼睛一段距离，反身晕住炼金，可是蒙多来袭，最后关键时刻开出一月之空中落向野怪，我啪啪啪，刀子不要，小蜘蛛帮我挡刀呀，终于配合赵信杀死，完成敌方野区有惊无险一日游。第三名，如果我告诉你机器人依靠一己之力反杀三人，你信吗？我们走着瞧。机器人被打出部队，盲僧体力不支，风女抗打机器人上点燃，风女如果开大弹出来三下，其实他队未能幸免，自从之下只可以用机器人一次反杀第二人，最后一下只需要一箭，但是被拉了，街上锤起至死都未能射出致命的一箭。第二名，我错了，说到最擅长逃跑的英雄，怎么能忘了小鱼人呢？瞎子蒙多追杀小鱼人，阻挡他回家的路，只有向敌人家方向逃跑进草丛。好吧，回不去了，所有人都来了，探险家大招，小鱼人 Q 到小兵身上躲过，蒙多飞刀，小鱼人一五零金怪躲过，敌方英雄都来了，回不去了，只有深入敌方老家，盲僧就来 Q 到小兵身上，死个大招一五零金怪完美躲过伤害，敌方老家一日游完成，继续逃跑，再次 Q 到小兵身上，灵活的盲僧一路追击，还被他 Q 到用一五零金怪逃跑， Oh my god， 探险家闪现过来了，小鱼人也遭到闪现，不过探险家还有一，最终还是难逃一死，但是人生重在过程，美妙的旅程。哦呀，第一名，本素材小仓亲自出镜哦，体子真实的匹配战斗，看看我和队友被骗得稀里哗啦的阴血战术吧。敌方探险家在中路挑衅卖萌，多方人员准备各路包抄，还不走，哼，你死定了。他看到我们的人都来了，往回无路可走，只有往我方野区走去，追，看你往哪跑。蒙多同学一马当先，挥舞手中的大刀，探险家居然回头继续挑衅，此时我已经深感不对，但是好吧，这草丛里阴了四个啊，被妥妥的阴血，安心交掉闪现躲过一劫，我们的队友七零八落，乌鸦被对方结果爆你一镖，已经被对方拿下两个人头，我一定要把罪魁祸首探险家干掉，闪现过去配合点燃 Q， 哦耶，好演员，让你演，但是对方已经拿下了阴血和三个人头，不得不说真的是好计谋，当蒙多满心欢喜走向草丛的时候，谁想到，如果大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，快来坑爹集锦投稿一把哦，期待官方 replay 系统上线，我相信会有更多搞笑的坑爹镜头的。最后欢迎大家来我和 JY 合开的男装店看看，各类新品正装限时特惠，都是我们精选的物美价廉的男装哦，LJC.淘宝.com。谢谢大家收看《英雄联盟坑爹集锦》，最后不要忘记支持我的素材收集工作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